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欢迎欢乐时光，有玩欢乐风火轮，大家聚集。请将你们的水仙物品放在对面的储物柜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那有没有单独一位的？喂，爬不爬就不要往楼台下面了。好，那还有两位啊。啊？还有两个座位。还有两个座位啊。啊，水仙物品放在中间的储物柜。大哥，戴眼镜和帽子的朋友，请取下来放在储物柜里面先存放。眼镜放在中间的储物柜里面。好，请来检查一下口袋里面有没有手机、相机、打火机、香烟等容易掉落的物品。如果有的话，请大家取出来放在储物柜里面先存放。手机、相机啊等贵重物品，千万不要带上去了。戴上去了容易摔下来的。好了，做好准备了。做好准备，请大家身体坐直，头往后靠。身体坐直，头往后靠，双手放于身体两侧。身体坐直，头往后靠，双手放于身体两侧，坐好了。3、2、1，手。先请大家扣好安全带，下面为大家做安全检查。仔细听一下安全指示：本项目只适合于身高1.3米至1.9米，体重小于120公斤，身体健康、勇敢、胆大的听众。凡是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脊椎、腰椎、背部疾病、各种内脏器官疾病、习惯性尿闭者、酒醉者。晕车、晕船、身体不适者，近期做过手术或骨折过，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游客，谢绝乘坐，谢谢大家。完成了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，不用进了。好了，大家的表情不要那么严肃，微笑一下。你电话。好，做好准备，游戏要开始加速了。请大家保持头往后靠，在游戏过程中，请大家保持头往后靠。声音可以再响亮一点。上面的朋友张大嘴巴，来一点尖叫声，感觉爽不爽？啊，最后一枪坚持住了。
大家继续双脚，开始双脚活动一下，尽量的活动一下，我们的游戏又回来了。好，欢迎回来，恭喜大家挑战成功，本次游戏到此结束。下来之后找到座椅前面的红色按钮，按下去先取出安全带。